静香姐，是大壮啊，你怎么神神秘秘的？嘘，小声点，静香姐，我给你看个宝贝。宝贝？什么宝贝？你这是？就是这个熊呢，不论我说出什么愿望，它都能帮我实现。怎么可能？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？我没撒谎，是真的。除非你现在就给我变个东西出来。那我就先给你变包辣条吧。神灯神灯，我想要一包辣条。看，天上有猪在飞。在哪里？哪里有会飞的猪？静香姐，你快看，变出来了！居然真的有。不过我可没那么容易相信你，除非你再给我变个奥特曼出来。行，变就变。神灯神灯，我想要一个奥特曼。啊，你身上有蟑螂？哪里有蟑螂？我最怕蟑螂了。快看，变出来了。哟，还真的是奥特曼呀！这一下你该相信是真的了吧？大壮啊，姐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这神灯借姐用用呗。也不是不行，不过你要拿东西跟我换。我等我等，那你看看这个零食大礼包够吗？这也太少了吧，真没意思，不换。那姐把这两个发光龙珠也送给你，保证你拿回去你的同学们都羡慕你。那好吧，这个神灯就给你了，你要小心使用啊。我走了。哦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要给你出好多的钱，以后就可以去城里买房了。神灯神灯，我想要很多很多钱。哇，真的变出了100块。